我条件差，我发誓，我一定要在九个月之内，我一定要减肥。我要追到王大儿子的衣服，我要找一个好男朋友。不要！小莲，你怎么才来呀？我是过了，你看看你自己这个德性啊，有谁会要娶你啊？我这个德性怎么了？我就是没有特点。根本吸引不了男人。喂，哎，怎么是你啊？怎么是你啊？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们的新同事杨硕。做化学实验的，全倒进去不就得了？你懂什么？咖啡。啊，半糖，三分之一奶精，我知道的一个。我看你啊，放二又二分之二吧，二到底。你这个人真的是自大到可以啊！现在的社会啊，楚楚可怜、弱不禁风的女人已经不吃香了。要有头脑，这个真的好难呐、啊！有颜值，你不打扮也就算了，有美腿，怎么可以这样？别总是像鸵鸟一样把头埋在土里，真爱不会凭空而降，它一定就是你身边的人。不如这样吧，咱俩来约会。每一次谈恋爱，我每次恋爱。都谈得掏心掏肺的，只是我的运气不够好，连箱子都挤不过。谁说一定要穿进二十的腰？二八的怎么了？二八的多吉利啊，跟我的岁数一样。以前的我总是选择逃避。我告诉你，这个世界上最没法干脆的事情，可能就是爱情。我已经逃了27年了，这一次我不想再逃了。每个人呢，从小到大总会谈上几次恋爱。两个人因为喜欢所以交往，却又因为了解而分开。不管妈妈喜欢还是爸爸爱，不管找个爱你的还是要找个你爱的，没有开始就不会知道什么是你想要的，什么是不想要的。